少侠，是否进京赶考？是也。那可否与我同行？可。1982。家住荆州，户人府生，长于中原河南道。家父进京各方武学，盼望士卒朝中要。日复一日淬炼筋骨，待我烈日磨成刀。不做智勇无谋的匹夫，盼望自己走得到。李竹香，千里马赴宫，助我白虎传扬梁世芳。是我的双膝不跪，千金朝前三把刀，是支撑我们龙族的脊梁四方顶，将我的热血分向四面八方。我来自天方的土地，带着巴蜀的骨气，虽没有一身的威，百发金轮也盼出人头地。四书威震，饱读春秋，诗书礼义，漫漫长路是修远，头悬梁砥砺，翻烂书万卷，便能下笔回江山，长服暗部厌倦，为此刻同赴长安。霸王令踏破铁石开，再不充满料峭大魔，无奈不义，只盼闻道后再报效家国。今日与君相伴，相谈甚欢，可否与我再论一道？请。将鲜活乾坤定唱着播，去功名上那金榜题名，早已云淡风轻。少年一路同行，洒下壮志豪情，为苍生黎民百姓留下必心丹心。何为文治？仁义礼智信王道行天下。何为武志？一无是长方可治国安家。岂可平步雪刃，又何须壮士埋骨？唯有将领驰骋，你何能苦读诗书？唯我论道定法，造福者社稷江山。唯我执戟评论，保江山万里河川。归根百家争鸣，文必有德，武必有功。与君谈得文武双全，武虽败犹荣。志同道合，知恩对酒当歌。不求传世美名，只愿将相连。来，第一个。将鲜活乾坤定唱着播，去功名上那金榜题名，早已云淡风轻。少年一路同行，洒下壮志豪情，为苍生黎民百姓留下必须丹心。哎，少侠，等等我。后会有期。